各位观众早安，为您播报一则有关科技助攻软音乐的新闻。未来课程还会运用效果空间，为声音区块做出更多表情。可以预期的是，不久后学员将坚持自主学习精神，如同雕刻师一般研磨音色，控制声效，完成更细致且独特的音乐设计。以上是记者杨淨淇将提醒高中所做的报道。